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我的漫威魔族啦。今天呢，在游戏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回复一下上一集有一些观众的留言哦。这些观众有些留言的内容呢，我是会比较喜欢把它放在影片里面做一些说明哦。原因其实很简单哦，因为有一些东西呢，你不在影片上面统一做说明的话呢。很容易会有人漏掉，不然就是不知道。那我觉得不如就是把一些我想要传达的讯息放在影片上面啊，应该是说借由这部影片前面的一两分钟，把它好好的把它说明完毕啊，我觉得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啦。不然的话，说实在的，要一一的解释其实还蛮累的哦。哦，就比如说像上一集我们是介绍时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只是一个算是开玩笑，哎，但本来就是开玩笑啊，这本来就是开玩笑啊。但是我也没有觉得怎样，我只觉得说这个需要好好解释一下哦，哎，替自己平反一下。我记得我在上一集的影片上面有说明说，这个是史特二，哦，其实这并不是史特，我知道这是一个幽默梗哦。那个可能有些人没看过那个我们台湾之前史四刚上市的那个新闻。然后今天本来要看史特，然后但是我们改变成朱头皮啊。哦，这个一个梗其实流传到至今哦，那可能是真的有人没接触到啦，所以说我在影片下面收到很多人的纠正哦，其实我也是啼笑皆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哦，你看为什么每次我在讲这些，妈的都要下雨啊？看讲错是有错吗？是提供杯啊，我只是讲错，故意讲成史特，有必要这样下雨给我看吗？我的天啊！哦，好，终于雨停了。OK，那么呢，还有一位观众有留言哦，他说那个无限手套响指的技能呢，可能是要把无限手套放在武器栏位才能使用吧。这个我也私底下试过哦，它是没有办法放在武器栏位的。哦，它的唯一能放的部位就是手帕，这个手部的部位哦，所以说这一点也是不成立的哦，所以这个是留言终结者哦，我这个也是没办法了，所以说呢，自始至今，哎，我还是没有办法使出响指的技能。哦，也有人说要不要六颗宝石一起按，应该是不太可能，六颗宝石一起按啊，要怎么一起按啊？这个应该我觉得。程式编码没有办法编程要一起按才会出现什么东西的这个程式吧？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不是吧。反正就是这个问题呢，目前还是没办法解决。响指的技能呢，一直还是施展不出来。我觉得最有可能是自己变成萨诺斯，有没有可能？有这个可能啊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反正就是稍微回答一下这个上一集有观众留言的内容，好的留言。那如果呢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，一样是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挑几个我觉得应该可以放在影片上面做回答的部分哦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就直接呢开始召唤我们的剩下的英雄哦。没有意外，这个应该可能会倒数第二集哦，因为我们最后一集是沙诺斯，老头已经排好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老头就是直接要把我们这个。惊奇队长给召唤出来哦，刚好今天3月6号，惊奇队长上电影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惊奇队长。喂，怎么不见了？好像，哎呦，我看到了。哇，惊奇队长长这个样子哦。哎，为什么他眼睛是红色的啊？哇，身材不错呢。他长得好像超人的那个服装哦。哎，他手上还有那个能量炮这样子。是不是有没有感觉很赞？哦，没有，我是说那个手上有两个那个很像聚集能量的那个能量，那个像是光珠的，对，很赞很赞。左键是什么？左键是抬腿。为什么他抬腿要踢两下啊？好，这个有点武打的感觉，非常好。右键是什么？哇，右键是啊，跳起来不知道放了什么东西，手中两颗普利珠旋转，两颗钢珠旋转的攻击，哎，按错了，不好意思，哎，
他这个惊奇队长设定为 BOSS 级，你看他的血量也跑出来了，自带血量。C 键是什么？哇，那 C 键没功能，哇，又是只有左键跟右键的角色了，有点哭哭欸。哇操，5103，我没看错啊，5103是怎么回事？左键3亿多，这个威力打得赢萨诺斯吗？你们觉得？横扫千军，哇，好可怜啊，轰一下往生，看到这里，啪，不见了。哇，那个 AOE 范围技真的挺大的，我的天啊，有点可怕。再来一颗。哇，这个拿来对抗萨诺斯有没有机会啊？我都总觉得他们的伤害都是异常的高，这个我觉得应该先撇开血量不谈，这个可能都是秒杀的方式吧，谁先出招谁就赢的那种感觉啊，因为动不动打下去都是几亿几亿在算的啊，我们这边没有一只英雄血是破亿以上的呢，除非自己点，对不对？还是说萨诺斯有自我保护功能，防御减免 98%， 我们攻击只有万而已，他们打我可以破亿，那真的就不用玩了，因为我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召唤出萨诺斯过，我真的不知道萨诺斯现在的威力到底是如何。不过我看漫威的电影，萨诺斯真的是非常的强，那真的是已经夸张到一个怎么讲，动不动就是一颗星球毁掉的一个节奏吧。好，动不动就是一些超级英雄莫名其妙喷掉的节奏，好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夸张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蜘蛛人哦。那这个漫威模组呢，蜘蛛人我看到只有一只哦，就是这个共生体黑蜘蛛哦。然后它有两种哦，一种是英雄那边蓝图做出来的，一种是野生的。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模一样的，我觉得有可能会一模一样，就跟这个小贱贱史诗是一样的。所以说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必要做分析吧，就直接用这边共生体好了。我本来打算是要把蜘蛛人再做一部影片的，可是后来我发现蜘蛛人就只有一只黑蜘蛛，啊，其他蜘蛛人的模组不见了。我印象中，我那时候在看早期这个漫威模组的时候是有蜘蛛人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后面的蜘蛛人全部都不见了，就只剩这一只黑蜘蛛，啊，我就觉得有点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是我们的 Spider-Man， 哦 ，Spider-Man 就射，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射，哎，然后右键，哦，右键就是，哎，射更多，然后他一样就是只有左键跟右键，哎，哇，为什么他的血是-18000？那既然你的血是-18000，那你可不可以跟萨诺斯对打了？啊，萨诺斯打不到你的伤害啊，因为你本身就是负的啊。对不对？那你这样子是打不死的状态呢？对啊，我们这只黑蜘蛛感觉有点猛，但是呢，一样只有左键跟右键。啊？哪有人招式打到自己会死掉的啊？这个模组做坏了，而且他死掉还是站着，哎，这家伙死掉是没有死掉动作的，哎。好吧，只好让你成为丰富的蛋白质了。啊不就好就要在我现在是有搭配这个装备，防御率是超级高，基本上不会受伤。不然的话，我是不是跟着往生了？那他可能哪有做到自己会受伤的啦？我觉得这个有点奇怪，太诡异了。算了。为什么走路变慢了啊？那手套重戴一下。哦，有了，手套重戴就变好了。OK， 变超快。OK， 啊，蜘蛛人就直接带过了，我也不看了，那么烂的东西，一下就直接死去了。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没看啊？我稍微想一下。欸，我在想啊，那个刮刮乐啊，漫威币的那漫威刮刮乐，我是不是要来个50抽？其实我还蛮好奇它到底里面装什么。这时候我都没有好好的多。大抽特抽过，哎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要好好的来看一下了吧，是不是？
啊，有啦，有漫威刮刮乐啦，我们直接50抽看看好了啦。我还真想到50抽可以抽到什么东西欸。我是希望不要抽到当机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嗯，抽到当机应该先哭死吧。然后抽看看，欸，漫威50抽开始。哇，黑寡妇战神，怎么都是重复的东西啊？绿巨人浩克力量版雷神没了，他出来的东西好像都大同小异呢哦。我看一下，雷神可使用啊，刚好这边又一只黑蜘蛛人丢出来，看一下，哦，应该也是一样的东西啊，左键跟右键。哦，好，没事，果然如此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没有改变。来，抽啊！而且有时候还抽不到嘞。紧身衣、原始古落空间宝石、心灵宝石，哎，抽得到的东西其实不多啊。但是我裤子好多，为什么全部都是裤子啊？哦，有啦，有衣服啊，吓我一跳。哦，不过我们这边有反浩克装甲还挺多的，就是还有死士，然后他居然抽到一个火箭熊猫，啊，这算是最稀有的吗？不然怎么只有一只？100抽只有一只而已，啊 ，SSR 欸，那么屌，哈哈哈哈，哇，我以为说可以抽到类似像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抽到类似就是完全不会在这个工作台里面会出现的蓝图。哦，隐藏版的钢铁人，隐藏版的绿巨人浩克，哦，什么特别版死士之类的，啊，很可惜他没有藏这个彩蛋在里面。我以为会有人说，好吧，我再继续看一下有些什么。瓦干达护盾，这个应该就是有点类似像方舟的那个防护罩啊。方舟的那个防护罩你们知道吗？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放了之后会长什么样子哦，放看看好了。哦。你的护盾的节操碎了，真小啊！那你节操碎了，这个明显的就是要放入空间宝石激活。哎呦，居然还有这回事！激活，看一下，嗯，然后呢，没有任何改变啊！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啊，就这样子啊。啊，就真的就只是名称叫做瓦干达护盾，然后外观真的是这个样子。我还以为它会就是有点类似像是那种屏障障眼法，会让你觉得这里没东西。然后事实上你就是像那个黑豹一样，有没有？那个完全都是骗人的那个山，你一开进去之后，哇靠，别有洞天这样子。桃那个什么世外桃源。有没有增加到最大的半径？啊，增加到最大的半径。嘿，感觉就真的就这样子了，没什么功能。我还以为它他妈多好用呢，单纯就只是一个防护罩而已啊，一个名字啊，换名称的一个泰克防护罩没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哦。我们下一集没有意外的话呢，是直接都是沙诺斯的东西了，无限宝石跟沙诺斯一并一起哦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哦，我们就稍微在这边做一个尾声。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学坏笑，帮我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漫威魔主再见面了，拜拜。